是吗？所以你觉得我太瘦了吗？为什么我每个朋友都说我太瘦了，我变瘦了，不像以前了。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没有瘦，我反而觉得比以前更好了嘛。那是因为我以前真的很胖，而且那时候真的，现在比以前好很多倍，这是实话，我跟你这么说。你就光看我这个脸，对比以前的脸不一样。我以前比较胖一点，胖嘟嘟的。我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吧。你看我这个，都有腹肌了，都有腹肌了。我个人觉得这个是跟我饮食有很大的关系。我调整了自己的饮食状态，即使我现在没有做太多运动，但我还是有这样的肌肉。看，我自己也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所以有时候觉得我自己很冤枉，因为我同学都说我，你怎么这么变瘦了？其实我想跟他们说我现在更好，所以我制作这个视频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，我是闪电丁凯。